有，那今天玩的是这个奥林巴斯的新主题啊，我只会在聊天室，就是这个奥林巴斯的新主题。那这次更新的主题有两张禁术，两张道具，稍微跑一下。我刚刚稍微有跑一下，有够难。老实说，这次的赛道做的还蛮特别的，难易度其实跑久就还好，但是一开始跑的时候觉得好难哦。我到现在也不是很会跑，大家试看看。什么东西哦？就登录会送这个两个角色，一个什么少林海格力斯跟雷电叉，这都是永久的，大家可以登录领取这个车子。就是这台雷电叉是道具，然后奥林巴斯是竞速车，两台各分别一台。我们大家来试跑一下那个这两台车，不过我先来跑一下新赛道好了。我只想要到终点啦！有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个终点的路这么长啊？先不下 flag， 我跑不到，这场我应该跑不了。我要反向思考。甩！哦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死你啦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这边怎么能甩啊？这一把应该可以了吧？不下 flag， 我跑不了，我会撞。下这个 flag 应该可以了吧？哎、欸，没中没中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很稳很稳，最稳的那种。没有人阻止，先不要好了，通常这样讲都会出事。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，可以先呛了。这边我铁定是稳稳的、啊。那个风是怎样？那个风是怎样？哎，我这局跑得很好哎、欸。屁啦！我那个这个是怎样？这个风是怎样？这个风，哎呀哥！哦呦呦 ，Holy God 仔 ，Holy God 仔 ，USB， 来来来，贴起来，我帅，我有我 ，What the fuck，What the fuck， 怎么？等一下，我，朔月全集中。幸好嘞。各种墙壁干扰啊！不要过去！哎，屁屁啊！又撞引擎墙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怎么办？我现在对那个引擎墙有点……这个引擎墙太过分了吧！我的角度很美、欸，你看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个引擎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？请问一下，哪里有柱子？来。先跟我说柱子在哪里？柱子在这里哎、欸！靠，我走这个路线不可能会撞啊！太过分了吧！我……啊，我怎么开氮气了？算了。哈哈哈，这一局可以了吧？
刷掉了哦。这样也行？为什么当天要出此？为什么？中间怎么还要出此？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哦，我这个跳得很漂亮哎、欸。隐形的心魔，这方法不能有。我还有哪个弯没撞过？你们跟我说。感觉我所有弯都撞过了吧？是时候该跑出一个像样的成绩了。这一半是好可怕哦，下来的那个速度超快的。哇塞，你就死在墙壁上。哦呦，就是这一把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去，拜托！就刚刚死亡。哦，哎，我光跑这个图，我都跑了快一个小时了。这样好像不太行啊，对不对？拿出刚刚练习的成果。来个蓝，哎，我怎么削到？哎，哥，这个，哇，哇，剩下是不是凉了？哇，白练了，练那么久，结果死在那个奇怪的地方。
哎、欸，还好后面有稳住。连那么久没输了哦，刚刚那个柱子我只撞他两次而已。